罗卡西木格拉拉鲁木啊，李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同学，我就问的瓦基。伊拉瓦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同学，我就问的主持人米固。我是老同学，我就问的节目主持人卢比。罗卡达瓜拉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初力 CEO 节目主持人撒运农民以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立马帮帮忙。Hello， 有事吗？主持人，我是亚万。我是熊大律师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想要祝福您全家中秋节快乐！中秋佳节快到，我要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，祝福大家家庭事业感情都可以圆圆满满，像月亮一样。愿您幸福美满、平安又健康。中秋节月圆人团圆，祝您怎么吃月饼都吃不圆。中秋节要干嘛？就是要烤肉啊！家里团聚吃肉的感觉是不是很幸福？所以在这边呢，祝福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哦，以后就会在这边送上这一块肉送给你们吃，祝你们能够吃得健壮、喝得饱足，加油，罗嘎！邀请您持续锁定原视 TITV Plus， 陪您愉快度过每一天。出来，中秋节快乐！